大家好，我现在火车上，正要坐车去西宁，从文苑站呢上的火车，刚刚经过大通西站，还有十几分钟啊就到西宁了。这两天呢去文苑呢看油菜花了，看油菜花的任务啊已经完成，进隧道了。下一个任务啊是去青海湖。从西宁啊中转，西宁啊是青海的交通枢纽，大家来青海旅游的话要先到西宁。青海啊也属于青藏高原，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，高海拔的地方啊夏天呢比较凉快的，海拔越高气温越低。夏天呢想避暑的话可以去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，高原上的天蓝天白云，大家如果七月份来青海旅游啊，到了西宁之后啊先去文苑看油菜花，坐动车去，当天呢就可以往返。七月份呢是文苑油菜花的花期，比较有时效性，过了七月就只能等明年了。哇，这一排楼好壮观呢。这是西宁的城北区，距西宁站还有八公里。减速了，把行李背上啊。今天呢在西宁市区啊待一天呢，为明天去青海湖啊做准备啊。请装入座椅靠背后面的网袋内。下车时，西宁站到了。防止踏空摔伤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感谢您选中中国铁路京藏集团有限公司动车组装车，我们期待着与您再次相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arriving at Terminal Station immediately. Terminal station 终点站。出站口。进站走天桥。出站走地道。西宁特别凉快，很多人呢都穿着长袖呢。今天的温度14到27度，现在20度，20度啊是旅游啊最舒服的温度。喇叭里在提示呢，要扫二维码。扫好了，还看了一下行程卡，您于前七天内到达或经过甘肃定西、甘肃天水、青海、海北藏族自治州、青海西宁市。以前呢是显示14天的，现在改成7天了。出站了，西宁站，左边是公交车站，右边啊是汽车站。我明天呢去青海湖嘛，坐汽车去啊，去那问一下。西宁啊好几个车站，我要弄清楚从哪个车站坐车。骑行西宁的，他们在和西宁站合影呢。
今天现在西宁汽车客运中心旅游集散中心，售票候车。到售票厅去问一下。大美青海，夏都西宁。西宁啊，被称为夏都。这也有自助售票机，在机器上查一下，购汽车票。出发站，这个站呢叫西宁中心站。到达站，青海，青海湖单程，青海湖来回单程，只有9点一班呢，票价是50块钱。这个不知道是到青海湖哪个地方的，我还是去窗口买吧，问清楚。到青海湖有几点的？青海湖。青海湖现在绿豹车有一趟12点的。12点，明天呢？明天有没有？你明天有一趟9点直达青海湖旅游车，早晨9点。它是到二郎剑景区吗？对。那就买，我先买这个，明天的。你是要单程还是要往返？单程吧。7月10号，明天的早晨9点，青海湖的单程啊。可以，就在这个站坐车是吧？对的。好的好的。西宁客运中心到青海湖单程，票价是50元。候车厅，明天呢，就在这坐车。8号检票口。今天时间充足，我先把检票口找好，别明天来的时候慌慌张张。这就是8了。车的问题解决了，就住火车站附近吧，这样明天早上啊，直接步行走过来。去找住宿啊，看一下地图。我现在蓝点这里，西宁站。前面这条蓝色的是黄水，我前段时间说过，西宁啊呈长条形，沿着黄水建的，这个说法不太准确。黄水啊南北还有两条支流。北边这一条啊叫北川河，我今天从门源回来嘛，门源呢就在北边，看门源回自治县，一开始啊就沿着北川河的，前几天去的塔尔寺在南边，沿着南川河走的。准确的说啊，西宁是呈十字形，沿着黄水及黄水的支流建的。西宁站对面呢是南岸广场，就住在南岸广场附近吧，从前面的桥绕过去。绕到火车站正对面了，旁边有个，进去问一下。在楼上呢。你好，便宜的房间多少钱？便宜的房间。便宜点的。都是188。这么贵啊？哦，那算了，最便宜的188吗？好的好的。有点贵呀。再换一个。那有一个宾馆，请上3楼。老板，没看到人呢。老板，订住宿。最便宜的多少钱？198。198吗？最便宜198呀。要有点小贵呀、啊。我再转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你看一下。这多少钱？这两天都涨价了。这个168吗？
一百六。24小时有 WiFi，洗澡间啥都有。这个168也贵的吗？不贵，这两天的房价啊。好，150吗？行不行？定好了。现在是西宁的旅游旺季，所以啊比较贵一点。这个房间呢不大，里面呢还有很多无窗的，那个应该便宜点。卫生间。就在这住一晚，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呢，还要去做个核酸。问一下老板，附近有没有做核酸的地方啊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我问一下附近有没有做核酸的地方？做核酸？有。在哪个地方？人民医院。人民离得远不远？有一点远。有。去对面，对面吗？那个地下室过，这走有点远。人民医院吗？嗯。那我打个车过去吧。啊，好的。过去8块钱。八块钱吗？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谢谢。看，正对面就是西宁站。看一下人民医院距这多远？我现在蓝点这里，人民医院在这儿，也不算太远呢，距这749米。沿着前面这条巷子直走就到了为民巷，步行走过去。吃饭呢，在这吃个饭呢。价格表：牛肉包子一笼20，牛肉红萝卜一笼14，糖包、粉汤、鸡蛋汤、小米粥、紫菜汤。牛肉韭菜不常见，来一笼牛肉韭菜。喝的鸡蛋汤吧。您做紫菜汤吧，鸡蛋汤慢。鸡蛋汤慢吧，行，那紫菜汤吧。一笼好多呀，刚才没问能不能掺着，失误了。前面的人啊点的牛肉粉汤，估计是牛肉汤里面加粉条。包子个头好大呀，好像是送了我一锅，你看是吧，它原先一笼就这么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估计是这个有点破口，他就送给我了。嗯，哦，这就是粉汤了，都一样是吧？啊，都行。你是吃他吗？嗯，对。啊，他们在这来的啊。啊，还没做好。啊，好的。吃他的吗？哎呀。哦，牛肉汤不错呀，早知道我点那个。啊。行，你给我端起来吧。好。行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好嘞。紫菜汤，里面有紫菜、虾米、青菜。韭菜牛肉馅的包子，嗯，看包子的后面，一看就好吃。吃完了，吃的好饱啊。离医院呢不远了，就在那儿看到了青海省人民医院。做核酸呢一般不在医院里面，我问一下在哪做呀，问了一下门口保安，他说在上面做呢，就这里了，核酸采样点。去青海湖的准备工作啊就完成了。行，正式品呢就拍到这里吧。